娄艺潇的流星眼妆太美了，紫色口红实力强劲，这气质太 A 了。很多人提起娄艺潇，第一反应都是爱情公寓当中的逸飞，但是实际上她当中是一个非常多才多艺的女艺人，尤其是唱歌的功底很强。而最近节目音浪合伙人上，她的流星眼妆太美了，紫色口红实力强劲，这气质太 A 了。娄艺潇是以歌手身份来到音浪合伙人节目现场的，而一出场就非常的惊艳，而且唱了一首难度非常高的歌曲《飞泪》，让很多人也是瞬间对她改观了。之前大家都知道她的声音很好听，而且在身临其境当中也有出现，不过没想到她唱歌的实力居然这么强，唱的《飞泪》居然这么给力，这个转音的速度不输专业歌手。不过也有很多妹子都非常喜欢她的妆容，觉得这一次的造型师实在是太有眼光了，很强。